好，那么上面是添加到购物车的功能，我们就给大家做完了。然后呢，你注意，在我们这边有一个叫做“我的购物车”。那么我用户呢，在登录之后啊，在用户在登录之后，然后呢点击这里面登录之后，那么然后呢再点击我的购物车这边对吧，我们是不是应该跳转到用户我的购物车页面，对吧？那么我的购物车页面呢，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静态页面啊，看一下我们的静态页面，就是在我们这里面有一个叫做。 Static，Static Card，哎，就是这样一个静态页面，对吧？你一进来之后，你是不是要显示这样的信息，对吧？所以呢，这一部分啊，我们就先把这个页面给大家显示一下啊。从把我们的静态页面呢，把它拷贝一份拷过来啊，把它 copy 一下，然后放到我们的这个 Template 下方。好，做完之后呢，下面你就让它继承副模板啊，extends，然后呢，它应该是继承于我们的这个啊，Base No Card 啊。 base no card，哎，继承于我们的 base no card，然后这里面是它的标题 block title，好，这里面对应的一个叫做 u n d e r block title 啊，那么所以在这边写上一个 u n d e r block title，好，这个里面有欢迎信息有搜索框有，然后有一部分呢，你注意这一部分啊，这一部分呢，我们说呢，我们在 base no card 里面已经预留的一个对应的块叫 block。 Page Title 啊，所以你在这边你去写的时候呢，你把这一部分删掉，删完之后呢，这里面重写一下 Block Page Title 啊，然后这边是我们的 u n d e r Block Page Title 啊，然后再往下，这里面删掉，好，删完之后，哎，这些是不是就对吧？你要留着了啊，这里面就应该放在我们的 Body 里面，就直接是 Block Body，往下找这个版权删掉啊，写上一个。 N 的 b l o k 包点啊，OK，这样的话我们这个模板就改造完了啊。改造完之后，下面呢写一个视图，让它显示一下啊。那么这一部分的话，找到这里面，在这里面呢把这个折起来啊，然后呢再来一个视图，这个视图呢叫做 class class 啊，然后呢我们叫做 c u t info view 啊 c u t info view 继承于我们的这个 view。好，那么这里面呢是我们的购物车页面显示啊，购物车。 页面显示好，我们说这里面你其实是不是哎用户呢？他一点击一个链接，对吧？点击一个链接，点击我的购物车，那么其实呢就是发起一个 GET 请求，哎，你对应的页面是不是做一个显示？所以呢，我们这边啊定一个对应的函数叫做 define，定一个 GET 啊，在下方我们就在这里面定一个对应的函数啊 define，然后呢定一个 GET 啊，好写上一个 request 啊，它的作用就是我们在这里面说的它的一个显示。 然后在这里面呢，我们就先返回一下这个内容啊，先不管上面的内容，return 一个 render。然后呢，request 啊，我要显示这个 cart 啊。然后呢，这个写完之后，地址呢做一个配置啊。我们这个地址我们就要它啊。你当用户访问这个 cart 的时候，我就要显示这个购物车页面。所以呢，我在这里面呢，我就可以呢加一个配置啊。那么这个配置呢，还是我们说的 cart 已经有了啊。你在这里面导入过来之后，cart。Cut Info view，在这边的话，你只需要呢去直接 U L，然后呢写上一个 R，写上一个，哎，开头，结尾，你注意啊，cut 这一部分呢，在这边呢已经写完了啊，所以你这边你直接匹配这个开头结尾，然后呢写上这个 cut info view 点 s view，好，起一个名字 name，我就叫做 show 啊，哎，叫做购物车页面显示啊，购物车页面。 显示啊，页面显示，OK。那么这样的话，我们就其实呢已经写完了啊。你写完了之后，我们用户呢，他在这里面登录之后，他一点击这个是不是要过去，对吧？是不是要过去？但是你在这里面，你一点击我们这个地址是不是没改，对吧？然后给他改一下啊，找到我们这个页面，找到我们的这个 base 这个页面啊，base 页面里面你注意有这么几个东西啊，看到前面这些都改完了，然后呢还有一个叫做它，哎，反向解析 URL。 然后 namespace 呢是 c u t 显示呢叫做 show 啊，显示叫做 show，哎，刚刚定义的一个啊，所以你在这边你再过来之后，我在这里面我再刷新一下这个页面，刷新完之后呢，我点击我的购物车，哎，是不是就过来了，对吧？那么同样道理啊，我们说这购物车页面用户没登录是不是进不来？哎，你应该先给它跳转到这个登录页面啊，让它登录之后再过来啊。那么所以这一部分啊，这个的话，我们呢？ 这里面呢，这个东西呢，它没有涉及到这个阿加斯在后台，对吧？所以它就可以使用我们刚刚导入过来的，它啊直接去继承我们的 login 的 m i x i 啊。那么这样的话，你在这里面你直接退出，比如说退出的话，我又会点击我的购物车，哎，是不是先过来？然后呢，我在这里面输这个用户名，输这个密码，点击登录，哎，它是不是再给我跳回来，对吧？哎，这是我们的购物车页面，我们简单做一个介绍。 那么下面呢，你把这些做完之后，我们下面要看的就是这个购物车信息的一个获取啊。首先你看一下啊，购物车信息的一个获取。那么在这里面，这个位置对吧？全部商品的数目你是不是要获取对吧？然后再往下啊，这个里面用户购物车里面每一个商品的信息，哎，是不是要拿到？然后呢，这边应该是这个购物车里面加了几件，它的一个小计对吧？哎，数量啊。然后呢，这边有个小计。 然后呢，这个也是数量一个小计啊，这一个呢就是购车里面一个商品的信息，哎，包括商品的这些名字、单位、价格、数量，还有它的一个小计啊。然后呢，看完这些东西之后，在最后的时候，哎，是不是应该有一个对应的这个总计，对吧？总计以及呢，你这个总商品的一个数量啊，这些呢我们都要获取。好，那么这些获取呢，我们在哪里面获取呢？就需要在它里面啊，在它里面哎获取。那么注意啊，这个呢是不是？ c u t 这个东西它就不涉及到这个前端传参，哎，所以你也没有必要做手机校验，它没有传参啊。所以呢，我们要哎获取这个用户哎购物车中商品的信息。好，那么这个的话，用户的购物车信息存在哪里面？哎，Redis 里面吧？所以呢，你去获取就行了啊。首先我们在这里面，我们去获取这个登录的用户啊。我们在前面先去获取这个登录的用户啊，获取登录的。 用户，用户 a request 点 user 就等于我们的这个 user 啊，然后往下获取用户购物车里面商品的信息，那么拿到链接对吧？connection 等于我们的 get r e q u e s connection 写上一个 default。好，拿到之后对吧？拼接出这样一个购物车对应的 k 就是 c u t k 等于我们的 c u t 下划线百分号 d 百分号我们的 user 点 id 对吧？ 下面拿的时候，你注意啊！我们在这边拿的时候，我们说呢，我们的购物车的记录的格式呢，就是这个 S Q I D 和商品的数目，对吧？S Q I D 和商品的数目，那我是不是要把里面的所有数据都拿出来，对吧？所有数据都拿出来，你注意啊！我们之前讲的一个命令啊，这个命令叫做 H GET ALL 啊。那么对应到 H GET ALL 呢，查看一下它这里面对应的这个函数，哎，就是在我们这边，我看一下这个界面在哪呢？好，在这里面啊。 搜一下，h get on o、okay, k 哎，这个函数对吧？你看到啊，是不是根据一个名字来获取？就是你的那个 k 啊，然后呢，哎，返回什么值呢？return 一个 Python 的 dict，对吧？哎，返回一个 Python 的字典，采用这个名字和值的方式，对吧？所以呢，你这里面你就可以获取了啊。我既然我在这边我就哎获取的话，我就这里面呢，我就直接是 connection 点。 H 去 get all、oh, 对吧？最终我给它传过去一个 cut k e 它给我返回的是一个字典，这个字典呢，我们叫 cut dict。好，这样的话，这个 cut 里面的这个字典呢，我们说呢，就这个字典啊，它呢就是它的格式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商品的 ID 对吧？后面对应这个商品的数目，哎，对吧？商品的数量啊。好，那么其实呢就是这种格式，哎，这里面每一个商品的 ID 是不是就是对应一个商品的 ID？ 啊，加入到数量啊。那么现在我们把它查出来之后，你注意啊，在我们这个页面上，我们说我们要获取每一个商品的信息，对吧？哎，每一个商品的信息，那么怎么做呢？首先看到这边啊，我们能不能拿到商品的 ID，查出商品的信息，对吧？所以你在这边你可以拿到啊。我们比如说我们在这里面啊，我就直接去便利我这个字典啊，便利那么商品的便利啊，我们便利。 获取商品的，哎，商品的啊信息。那么这个情其实怎么便利呢？字典里面，我们可以呢便利字典的这个每一个元素啊。cut 点 cut dict 它的点 item 是，是吧？是不是每一个选项对吧？我便利出来，我这个 for 我便利出来是什么？它是不是不键和值，对吧？键呢是不是这个商品的 ID？哎，值呢就是。 数量所以呢，我可以便利 for sku 下线 id，然后呢，逗号 count count 啊，然后呢，用我们的 c a r d dict 点 items，哎，对吧？这知道吧？哎，便利获取一个字典里面，前面应该是 k 对吧？后面应该是对应的 value 啊。那我们这个 k 呢，就是商品的 id，value 呢就是商品的一个数量啊。那么这就是商品的 id，我就可以在这里面呢，哎，根据商品的 id 获取商品的。 信息对吧？现在呢，就查一下啊，直接呢就是 g o o s e sku 点 objects 点 get 啊，然后条件呢就是 id 等于我们的 sku id，最终呢拿到这样一个商品对吧？哎，拿到这样一个商品啊，那么拿到这样一个商品之后，你注意在这里面啊，紧接着再看我们这个页面，这个页面上呢，除要除了要拿这个商品之外，那么你是不是还要计算商品的一个小计？它是不是还有一个小计？那么现在啊，商品有了对吧？ 计算商品的小计啊，计算商品的小计。好，这个小计的话，你看到啊，商品有了，我就可以拿到价格，对吧？关于这个数量，是不是就它？哎，你只需要乘一下啊，就是 amount 等于我们的 SKU 点 price，然后乘以我们商品的一个数量。那么这个数量的话，你注意啊，便利出来还是字符串，还是要转换啊，int。看到啊，哎，这是不是小计？然后呢，你有了这个小计之后啊。 我这个小计最终我是不是要传给这个模板？那么你想一下，这样我如果不管它，我能不能传过去？对吧？那么这个啊，你肯定要把它保存起来，对吧？它是不是跟一个商品对象关联的，对吧？那么这个你就考虑一下啊，我们之前讲的这个，哎，列表页面，对吧？哎，我们之前讲的这个首页啊，商品的首页，动态的给一个对象增加。 属性啊，看一下列表页面这边，我们是动态给它增加了属性，对吧？给 type 增加属性、啊。你在这边一样的啊，在这里面你要，你可以呢动态啊，就是我们哎在这里面动态哎给这个 SKU 对象增加哎一个属性，对吧？一个属性，比如说我叫做 amount 啊，amount、啊啊啊、干嘛呢？保存商品的小记，好，所以呢我在这边 SKU 点 amount 等于我们的 amount 啊，OK。 那么这这个，然后呢？除此之外啊，你注意我们这个用户购物车里面这个商品的数量，你是不是还要拿过来，对吧？拿过来之后，一样的，你是不是要传过来？它还是跟一个对象关联的，所以呢，我可以再给它动态增加一个属性啊，动态给 stu 增加一个属性，叫做 count 啊，干嘛呢？保存购物车商品的数量啊，哎，保存哎，购物车中对应啊。 商品的数量，那么这个的话，其实呢就是 S Q，哎，就是 count 等于我们的这个 count，哎，是不是？这是不是动态增加了俩，对吧？哎，动态增加了俩，这样的话啊，那么我这个 S Q 对象就有两个属性，一个叫 amount，一个叫 count，分别保存商品的小计和购物车里面商品的数量啊。OK，那么查出来一个对象之后，我们需要呢有一个列表来接收它啊，我就在这里面定一个列表叫 S Q S 等于一个它，好，查完之后。 我把它呢进行一个添加，添加哪里呢？S Q S 点 append append 到我们的列表里面，哎，这是不是就可以了，对吧？这样的话你便利完之后，这个列表里面，哎，就是我们商品的信息呢都有了，哎，都有了。啊。然后呢，下面再看我们的页面，你这里面你是不是还要计算商品的一个总件数，还有它的一个总价格，对吧？现在你考虑一下啊，这个总价格它跟我们的之前的这个。 首页的条目数一不一样？这个啊，总件数跟条目数一不一样。哎，你注意啊，它不一样啊，它是按照件来的，对吧？你这里面，比如说你这里面写的是三，你这边写的是五，我总件数就应该是八。哎，所以你这边它不是计算这个条目数啊，它是计算这个总件数啊。总件数的话，你就需要把这些数量呢给它加起来。好，同样的道理，总价格是不是小计加起来就总价格？所以呢，你在这边我们都有了。 哎，既然这个便利我能拿到每一个商品的，哎，count 和商品的小计，我在便利的时候是不是累加就行了？哎，所以你在这边定义两个东西啊，total count 等于零，然后再来一个 total price 也等于零。那么它俩变量呢，就是保存用户啊，保存用户哎购物车中商品的总。 数目和总价格，对吧？哎，和总价格。那么在这边加完之后，我们就在这边累计啊，就累加计算商品的总数目和总价格。好，那么这个其实呢，就是哎，把我们的 count 给它累加到这个 total count 上啊，就 total count 加等于我们的这个 count，哎，转化成一个数字啊，int count 啊，然后再往下 total price。 加等于我们的这个，哎，amount 对吧？这是不是计算出来了？你计算出来已经是一个数字了啊，所以直接加上一个 amount 啊。好，那么加完之后，哎，你我们便利完之后，总价、总数目和总价格是不是也有了啊？现在你一看啊，这些页面上信息呢，你已经都拿到了啊，你就可以呢去组织上下文了。哎，在我们这里面啊，组织上下文。 哎，组织我们的上下文啊，这边直接定一个 context 啊，等于谁呢？首先传过来，我们把这个 total count 传过去啊，total count 就对应着我们这个 total count 啊，然后还有一个总价格 total price 就对应着我们的 total price 啊，然后再往下，哎，那么商品的信息，那么这里面我就传一个 s q s 啊 s q s 对应的是我们的 s q u s 啊，好。 组织完之后，那么使用我们的模板啊，使用模板。那么这个模板的话，使用的时候呢，把这个 c o n t e s t 呢给它传过去。那么这样的话啊，我们 cart view 购物车页面显示的视图呢，我们就做完了啊。做完了之后，你在这个 cart 页面呢，你就相应位置呢做一个显示就行了。比如说总件数，对吧？总件数使用我们传过来模板变量 total count 啊，然后再往下。 这里面每一个 U L 里面都是一个商品的信息，所以呢，我只留一个，哎，把它拿掉一个，然后那我开始便利，好，这个便利的话就是 for 我们的 S K U，in 我们的 S K U S 啊，然后在这边做一个结尾 a n d for。好，点开之后你便利出来每一个商品对吧？这里面要显示商品的图片，那么你就改就行了啊，直接就是 S K U 点 image，哎，image 点 U L。 同样的道理，名字，S Q D、N、name。好，再往下，价格，对吧？S Q D、N、price。然后单位，S Q D unit 啊。然后再往下，单位，S Q D unit 啊。好，这里面价格，你注意啊，第五列啊，第五列是这个价格，是它啊，是它。哎，不是小计啊，这里面是这个价格，你注意啊，在数量后面才是这个。 它是小计啊，所以这边还是价格啊，就是我们的 SKU 的 price 啊。然后 OK，那么这这个、啊、你注意，它这边有有圆是吧？哎，把这个圆给它写上啊，写上一个圆。OK，那么然后呢，这里面你输入框这个值是不是应该购物车里面商品的数目？所以这边要不用一啊，用我们的这个给 SKU 动态增加的属性，就是我们这里面写的这个 count 啊。所以你在这边直接写就行了，写上一个。 count 啊，那么在它的下方呢，在我们这个数量的这边呢，就对应着是我们这个小计啊，小计的话也是使用我们动态增加的属性，叫做 SKU 点 amount 啊，amount，OK，、okay, 这样的话我们这个页面呢，最后在这里面有一个对应的总计，哎，叫做 total price 啊，total price，然后再往下 total count 啊，哎，total count。靠的靠的 然后现在呢就改完了，改完了之后呢，我们就刷新一下我们这个页面啊。比如说我在里面，我去刷新一下这个页面，对吧？刷新，哎，你看一下，哎，是不是有这么几件？看到没有？哎，这个加了十二件，对吧？哎，他的小技能是他啊，他的小技是他。然后呢，这个加了七件，对吧？一百四，哎，一百五。然后呢，这个五十九块八，累加起来呢就是这么几件啊，就这么几件。哎，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这个。 购物车啊页面的一个显示啊，你关于这个购物车页面的显示，其实呢也是呢你去表里面把这些数据呢给它查到啊，查到之后，然后传给模板文件啊，在模板文件里面呢给它做一个对应的显示啊，就在这里面我们再去获取商品之后啊，我们又用到了我们给对象的动态增加属性啊，动态增加属性，那么这一部分呢是我们购物车。 页面的一个显示啊，一个显示。